爹。周星每天都看峰哥直播，姐，我好喜欢峰哥，一看你就知道是峰哥粉丝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峰哥同款 T 恤，祝你杀人又放心。这么巧，我买了。妈的，这两天耳机戴久了，我操，耳朵戴的有点僵硬，耳朵戴的出水了，我操！啊，耳朵出水是什么水啊，兄弟？烂了呀，说明。我耳朵出水，我只认大风哥。说明烂了呀，兄弟啊！你说被憋坏了，你耳机别全包进去啊！峰哥，你包一半呀！我操，是出血了！你妈了个逼的！啊，耳朵出血！啊！备用时间。那要去看一下峰哥。峰哥注意身体。感觉峰哥，你要不就换那种耳塞戴，别戴耳机。他要卖呀！他那、他峰哥是用那种耳麦一体的那种。也有那种呀。发炎了，不过过两天就好了。你天天戴个十几个小时的耳机，你们耳朵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吗？主要解说比赛是一直戴着的，平时没有戴那么久，平时戴一会儿就不戴了。谢斌是音响还是耳机啊？谢斌是用的麦克风吧？音响。哎，有人说是耳机出血了，留在峰哥的耳朵里面了。我给你把耳机弄疼了，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耳机这个东西，好吧，别每天的时间不能戴太长了，戴太长了对耳朵是不太好的。能用音响的还是用音响。老子大耳机都戴一个戴坏了，我怎么可能还？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这么聋，听力这么差？他妈的，就是戴耳机戴久了，这么多年以前养成的坏习惯。龙神说，现在不敢用了。说这个点，你该感谢我啊，龙神，我把你拉回来的。对，之前我一直用耳机的，雕哥拉着我用音响。我说龙神，你的视力听力都这么差了，你不能再用耳机了，你再用耳机你可能……哎，雕哥，你救了我一命呀、没有，救了你耳朵，没救你一命。哎，这一首《牛逼破木兰》，秘密队的毒狗露娜，我觉得是点得很舒服的。这两个队都不选大流了，秘密队上把输了也不玩大流了。还记得当年周宝龙在一起解说的时候，龙神说的最多的话永远是啊，龙神啊，后面说龙神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要拿音响啊，你不能戴耳机了呀、戴耳机崩了。艾瑞达努娜，幻象魔高流。哎，我点早餐了，你们要吃吗？吃了我就点了。可以，我要吃。吃呀，饿了。我要吃春卷。峰哥，我要吃你咬了一半的汉堡。
莱昂这个英雄克不了幻象的，克不了艾达和露娜的，他只能吸一个。上去还要被弹，露娜分身符一出四个。只能说露娜这个英雄特别像推高，只要那个防御塔没有的时候，他毒狗幻象加本体在打那个兵营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敢靠近，那个弹射太厉害了。对，起飞的。哎，今天奥运会开了，我操！这个地方叫什么？里奥里约热内卢，我这里人巴西首都，马上开。哎，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首歌，是叫什么热卢？巴西首都。哎，牛逼的大牛出来了，卡卡的大牛呀，这是会玩呀，玩是肯定会玩的呀。我记得我读书的是巴西首都是里约热内卢呀，改了吗？我操了，老子看弹幕都在说我，说老子文化低，老子都毕业20年了，兄弟。什么巴西利亚是什么地方？没听说过这个城市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没听说过，我没听说过，我不说呀，我不懂，但是我不去说。里约热内卢这个，我是从一首歌里面知道这个地名的，好像是杨坤唱的吧。听说你我这边所有说里约就像中国在巴西上海的地位一样，就是一个大都市，魔都上海，魔都。那巴西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挺乱的。你去过吗？等于说宝哥对巴西这个国家也有研究。我反正是不懂的，我听也没听过，去也没去过。感觉啊，宝哥别搞我呀！巴西你也有所男子，你是不是听名字就感觉挺乱的呀？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新闻啊之类的看到了嘛，就感觉这个国家印象不怎么好。小强克蝙蝠 ，Secret 的这一把是一个快节奏的 gank 配合推进，有艾瑞达、露娜加成。是的，他们这个都是具备上高能力的。嗯。最后一手中单。看一下 New B 要搬掉什么英雄。办理手念经。Papi 哥的城 ，Papi 的城这次比赛当中用过也输了吧？他们的战绩应该输了吧？我记得用过，我不知道好吧？好像用过一把，好像用过一把。
输过一把，输过一把。国外的城其实，我之前觉得 Papi 是最屌的，但我感觉现在 Papi 没灵性了。现在我觉得 Papi 的城。讲道理 ，Papi 又老了一岁了呀。你去和巴巴打，你去和巴巴哥打试一下。不是呀、啊，那时候宇宙哥在的时候，我感觉 Papi 哥也没什么灵性啊。Papi 哥的城还是可以的吧？之前一直印象都可以。Papi 哥的意思野区还是值得信赖，好吧 ？Papi 哥的谜团，好吧，我觉得还能见下人。我希望这一把 Papi 哥能够给我一嘴巴。你为什么希望他能给你一嘴巴呢？那不是对啊？你为什么想 Papi 哥屌呢？对啊。看到曾经的王者是吧？现在，哎呦，他们小组赛好像赢了一把吧？就还剩五秒，赢了哪个队去了？英雄惜英雄是吧，八哥？好吧，点餐归来，半小时到。曾经的王者，曾经宝哥也是王者呀 ，DK 九冠王。那说到这个时候，你肯定也有声音啊，王翔。没有，抱了队友们的大腿。我现在也是王者呀，吹逼王呀！什么情况呀？你们说了什么情况呀？吹起来了，吹起来了呀！说到陈呀，陈这个英雄，陈王翔就很有声音啊，非常的有声音。腾龙呀，王翔的陈，哪怕就算现在好吧，比起国内的职业队，对也不差，好吧，绝对是一线。刚刚我说的是国外的陈，我只服 Papi 哥，国内的陈。我只服黄翔，只服黄翔呀，我也只服黄翔呀。职业队还没有一个能让我觉得比黄翔厉害的城，哪怕现在黄翔退役了，好吧。有一句说一句，这句话有一句。退役了几年了，峰哥？四年了吧？哎，四年了。四年了还是没有一个。但是声音还是有啊，这个城这个英雄，声音大呀。砍手好选的幽鬼、啊。四年之前到现在，我还真没见到比赛中。是吧？有哪个中国选手的城，有之前黄翔的那种敢讲？给我幽鬼不赢砍手啊！这把城拿出来，右边选了个大牛，很好呀。大牛其实这个幽鬼拿的不是特别的好的，这种我感觉。还好有大牛这一把，没有大牛就只能说这个幽鬼一般人玩，我觉得。UB 整的有点歪，但是核桃的幽鬼，好吧，还是可以信赖一下的。是的，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哎，这边两兄弟又要碰到了，熟悉的味道。哎，没眼，我靠，那卡卡是不是过来骗的？应该是过来骗的，但是他没在家眼，但是他骗了，差了一样呀。这个灯也是一眼换眼吗？对啊，一眼换眼啊。KPII 的破。哎，这边传。八宝，躲一下。看见他看到了呀。包括说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我感觉传要往里面走，差眼的。哎，这边喊兄弟来了，我操！还是要强行差眼。要封城的野好像要封城的这个大野，但是你这样插的话，现在的版本随便反呀，我觉得没插呀，但这里看得到的，这高地上，哎，好像看到了，看到了呀 ，nice， 看到了，哎，这种野位反了就比较舒服了，封大野加反野，根据很多说法的，这个有运气的说法，哎这个、他是封野，封野没想到，哎，有个眼在这里，封野加反野的，是的，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想到封野的。八把哥的小强，这把会空叉吗 ？RTG 的卡尔，上次看还是八把哥的小强出门不带芒果的。RTG 的卡尔好久没看过了呀。看一下，他要带大要干嘛？小强这个英雄，两个芒果一个吃素不就回满了吗？是的，被打成空血，对吧？两个芒果一个吃素满了。双芒果的小强实在是野性。
他这个装备根本就不好。前线传来战报，那边 VGR 被 Ehome 吊打了，那个局势打下去确实是不好打。看来你非常想要。我和他一起学了个被动，牧师还是很舒服，打的。你牧神想单杀啊？没这个大魔棒加仙灵草的卡，我觉得牧神不是稳拿就别乱冲了。有意外的。冰塔可以啊，冰不进塔。而且有城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城在附近。这个冰冲不了，被网一下就脸黑了。一定要是那种叠起来叠五层可以冲一下。这边 Papi 是往上路走了 ，Papi。Papi 先生为什么要围绕着 Baba 来打？我觉得可以忽视掉这个兄弟啊！啊，他不厉害呀、啊！爆了，他不带节奏的。啊 ，TZ 多久没打中单了？被打爆了。没经验好吧？有经验的卡尔打蝙蝠。TZ 以前是专业中单呀。有经验的卡尔打蝙蝠。我第一次看 RTD， 第一次关注他是他的风行，我操，把老子看醉了。中单补刀机器，黑鸟这边破木一剑，哎呦没有射到，牧神还要杀吗？有网怪不好动手吧？哎，被网了一下，一个 Q， 牧神可能要仙灵火，被秒了。这边现在烂一个刺刺的卡尔，这边我觉得有网怪牧神一定要怕的，这个网怪前期蝙蝠很怕的。我觉得 Papi 这个人，他打成这个英雄，真的他一点都不慌的。牧神开火，他都不慌，他没有网，他没网，不是他的网留着的，他在等卡尔过来，卡尔一过来他才网。一般人早就吓得，哎，先网一下蝙蝠再说。他刚刚是二打四拿一血，是的，对，两个他好冷静，我觉得他的网都不用的，等卡尔来了他才网蝙蝠杀蝙蝠。布拉巴细节可以啊，这个字。怎么？冰狗回来了，我操！中路牧神又来了，这又来了，双网怪！啊，有双网怪！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！哎，崩了，这样的话牧神。Papi 毕竟是 Papi 的城啊 ，Papi 哥还是有心的呀。Papi 哥的城还是厉害呀，讲道理呀，国外的城只服 Papi 呀。国外我只服 Papi， 国内我只服黄翔。三分钟三级多，快四级了。关键是这个城是杀人城，不是主 farm 的。对他不是打野的，他这个等级就厉害了。他是那种纯刷的，还能接受。对，纯刷的。而且你们看核桃的补刀比一少了好多个。巴巴哥，我跟你说，他炼丹刚才混得很好，他牛逼勾兵被他刺回来了。牛逼拉大爷是吧？对啊。巴巴哥纯鬼盾加圆。加补刀和加鞋子呀，他混得好呀，好他你看他的补刀呀，兄弟啊，你看他补刀，他为什么跟豪是不相上下的？你看他补刀，发现没？布拉巴，刚才有一个水友提醒我，龙神龙神，布拉巴单排有八 K， 啊？这是真的？又来了，哎，又网住了。还要杀？踩一脚，哎，别过分了一点。来一个刺，来过来一个戳，反刺，但是动力有点慌，加速，慌慌的动力，动力知道有加速不敢上，没加速肯定杀了，没加速杀了动力也要死，不能杀。他要反补大厦吗？我操，哎，没反不掉，攻击低了，攻击低了。布拉巴混得好呀，你看这个逼，这个波兵，他干嘛？他不让逼进塔，他要吃这里的野怪，我操！我感觉这把 Secret 好像回归中正统了，一杀嘛打优势路 ，RTZ 打中，对，这是最然后 Papi 就围着 RTZ 打，这是他们的正统打法，之前都是被一杀嘛攻路。讲道理，昨天一杀嘛也打了优呀，黑攻。不过这一把看上去六 B 确实有点不利，好吧，确实是有点不利。这个小枪看一下经济吧。哦哟，这边都好肥啊，这边 Secret。六 B 这边唯一能见到的经济是和他的幽鬼。全补，你看他猎打补刀24个，你看他补刀比中单卡尔还高。这烈士路，爸爸，过来，哎，这一波开悟好灵性啊！哎，毒狗加露娜来了，6级的露娜，杀人拿塔了，对呀，
好像能防到，因为 KPI 在练速度空补，应该能感觉到一点吧。不好说，就这个兵了。来了，哎，没关系，这就是细节。他补完一个刀，往后面会拉一下。哎，细节很关键。看到了，对，他被我跟你说，他被那个幽鬼的地给打了，所以减速了。没减速的话会被关到。这么强势下上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强势推塔，这边沉，是那个隐身符，莱恩，下面破木也是断兵，换塔。大牛的等级很关键呀、啊，这一把大牛的等级很关键呀、啊。四级。KPI 马上到六。这好舒服啊，断兵加野。一起收，舒服。但是小强也接下来补了，不到六级，秘法邪了八百。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一波节奏虽然没杀到幽鬼，但他们还是挺舒服的。啊，没拿塔，没推塔就好了。跟大牛开了一波雾，把我们踢了上。来，收掉一个，收掉一个。陈看的碰尾是一头包。八八字声，八八字机器感觉这把声音很大的。好吧，我们看看八八到底有没有声音。他快七级了，兄弟。哎，他怎么不敢补刀、啊？对，他有点怂。防干克。不死呀，他不想死呀。八八字防干克。他好怕。刀子雷达。讲道理，他有7800分，我就不黑他了呀。老子才7000呀。国内的7000应该抵得上国外的7800吧，问题不大。他好猥琐啊！哎，下路服务大牛。哎，爸爸开刀了！哎！天火，高等级天火有没有？爸爸哥，哎，手抖了，爸爸哥手抖了，是爸爸。爸爸哥。不是一个人就没事了，没有天火，没交流吗？在瞄，在瞄，哎，没打到，还好他打了一招，一个都没拿到，赏金加幻象，中路塔还是守不住，能不能反补？漂亮，哎，赏金幻象都没拿到，对，他一个都没拿到，我都觉得应该是他拿符杀人。哎，这一剑看中箭了，但是输出有鬼开刀，输出不够，输出感人，有毒狗，我别动我大哥，我在。小强有刺的，没人敢往前进。Papi 这个城好恶心啊，烧核桃幽鬼打钱。对他过来压幽鬼补刀了，关键是这个城这样也爽呀，他全补，打钱加升级要六级了。卡9分钟，九分钟点金。刚才那波就续天火没就位，不应该啊，这打比赛肯定会有的。没他们天火砸到死得了吗？大厂人在推中，死了死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在弄那个切的什么灵动迅捷，火人在补刀。这把其实小强等级高，很好发挥的。你像什么莱恩、霍姆、大牛都是。这边动力动力很危险。哎，天火来了，但是碰不开了一个道。很关键，爸爸哥没 A， 有火，没 A， 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哎，朋友们一键掩护。哎，爸爸哥的小强出去抓人，他都 A 人的。啊呀，等一下 A 一下吃不到怎么办？猥琐呀，这逼还没发现他很猥琐吗？兽王走位打团站位在大牛身后。刚才开了 D， 哎，踩到了。来，这个接着是，捡个到，哎，量一下后排，这求生欲望好强啊！他是没到，我靠，这两个踩，两脚踩留两个，生气了，帕比哥。但是蓝并卵，全家都被杀了。生气没用这个游戏，哎，被关了一下。加反补 ，KPI 加祝福赶过来，有秘法，给团队秘法一下。爸爸哥呢？我要看爸爸哥。哦，他回家了，他的经济很久没变过。10分钟，卡尔经济4500，全场第一。
然后裁判总和的话是这算是一个前期误解非小强的吧，他能本来小强我感觉要多杀两个人的，他能打出一个000的数据，我操，我是这个小强我他妈我肯定能杀到人好吧。这一把他的线上打得很完美，但是无解飞了之后就没声音了。其实他线上飞也是因为酱油帮中了，你们发现中路四个打两个被拿了一血那一波，没那么难杀人的呀。酱油是走了的，他当幽鬼肯定无解飞啊。啊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他要去找幽鬼，其实他是杀不了幽鬼的。来，蓝这边也走了。蓝破木，但是蓝很危险啊，有天火的。对，蓝看到了，特别容易玩。很好发挥，找到人就可以单杀，有天火配合啊，这么好玩的肯定会有落单的机会，不可能没有的。布拉巴哥会走呀，哎，那边来船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哎，船，哎，果然不能 A， 果然不能 A， 哇，操，这都你不敢 A 的，哎，有羊，布拉巴，耶，妖怪开大反打。布拉巴一个帽两漂亮，一个羊羊羊 TZ， 啊 TZ 这边的 TZ， 啊 TZ 切了个隐身，有针眼，布拉巴，真不是黑卡呀，布拉巴，这个比狗子呀，哎，他把最废的卡也带死了，不是关键是吧？像刚刚这种情况，他直接刺，接个天火就死了，他不他要 A 一下。怪我怪我，不应该让他 A。之前下面那一波杀木神那一波，他也不 A 了，他直接戳。原来不带节奏是有道理的。这比经济从前几到倒数第四了。爸爸，给我卡坑了，这波卡好痛啊！RTG 有点上头。RTG 打的是个毛啊，这都吃不到，你他妈！讲道理，这把一赛马的环境很好，怎么感觉他经济不炸啊？他打架去了，没打伤到人。打伤的人，而且。连大牛踢下，想守下塔。他想踩干干他吗？不会是？踩到，哎，这都没踩到。人说露娜的移速还是比较快的。逼近380，感觉都踩到了。是的。哎，蝙蝠开路也跳。哎，这边有毒狗，看要秒毒狗，杀露娜的话先灌毒狗才行，要灌毒狗。哎，这一波不好打，秘密队这边五个人，露娜是有大的，幽鬼没大 ，DB 会看着的，幽鬼没有大招，感觉不行，这个塔就放了。对，要可以放，要放要放。这个六 B 不打的好，要放的要放。五个，该放的要放。真假眼都有，耗一下嘛，大牛。现在是秘密队的强势期。宝宝哥，拖着拖着，和他在打钱就无限拖。核桃这边3000的存款了。核桃让我想到了样的大牛。哎，这边是谁踢了？是小强吧？小强踢了，那也来了。核桃去了，核桃赶紧走。核桃千里马，千里马。核桃好像感觉到了，下路是因为有眼看到 TP 了，这地方真假眼都有，看到他们 TP 了，牛逼的视野把对面爆了，可以说。是的。哎，怎么又是一波雾？抓卡尔 ，RTZ 跑了，我操 ！RTZ 布拉巴，布拉巴，布拉，来布拉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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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羊羊兔，解除，布拉巴，巴巴哥好像是9分钟还是10分钟就7级了吧？是吧？现在还是7级，没变过。线上无解飞小强，中期隐身无限送，声音真的很大。烂没到了，烂没到了，烂没到了。破了个雾，破了个雾。蝙蝠没拉，烂没到。破了个雾，这波不亏。蝙蝠有了。找哈皮哥人工挡箭的。人工挡箭。哈皮哥还是肥呀、啊，这个城。哎，布拉巴又踢到了中路，核桃这边也是感觉到不对，撤。布拉巴要出击了，两波，好吧，这边核桃还差两波。布拉巴出击，要出击了，要出击了。哎，卡雾了，卡雾了！一个人出去没意思，带着队友一起。预备，好像这波能察觉到吗？应该是，哎，感觉到了，因为陈跟卡尔都在附近，感觉到了。这一波强行绕后，
发信号了，你感觉到这位置有人了，看发信号了。布拉巴，布拉巴要冲了，布拉巴，布拉巴又回头了，布拉巴，布拉巴又回头了。是呀，不敢冲，不敢冲。布拉巴判断这波不能冲，没打断这个销售，大牛打断。布拉巴已经被加了油了，哎，三千八了，这边有鬼！我操，碰一剑直接射死这个雕哥，这边转型了呀。3816，哎，开悟了，开悟了，右鬼应该是有大的，这么快，来，哎，找到城 ，Papi， 右鬼开大，吃一个算一个，拿个人头，麦当劳来了吗，宝哥？反正是来了呀，背书包的来了来了。不要这边不要差几百块可以做出一把推推，已经游了好久了，爸爸游了快十分钟了，这个 B 也是一种本事呀，从几分钟开始来着，一直隐身抓人，没抓到过一个020，关键是把自己人搞死了。这个兄弟为什么能去强队呢？口才好，铁齿铜牙 Barbara 哥三寸不烂之舌。哎，这兄弟他们 OB 应该挺欢乐的，口活好呀，这兄弟口活好，可以吹到一起，应该能。再加个蔡国师嘛，来，发展 OB 国际纵队。OB 点 int， 但是 OB 的英文并不好呀。OB 点 int， 国师会说中文。int 呀，再来个那个什么插 bot 也可以搞过来，登底再搞个老司机。布拉巴又出击了，布拉巴又出击了，这一次发现了动力。布拉巴，哎，秒探。布拉巴，挨住了。有没有大招这一说？没有。布拉巴吃起了动力。没有天火，没有天火，开到布拉巴自己有粉，他有粉，布拉巴总算找到了一个，找到人了，木城放气疗，买装备，买了，他把推推是买出来了，布拉巴哥这一波可以啊，布拉巴哥，他的这一波该抓的人要抓，他这波再搞不到事，他的经济就没变过了。信仰的物件，核桃快毁药了。二十分钟应该有回响。Give me money！ 哦，我拿。都要掉出来买单。哎，峰哥，你帮我点了可乐吗？点了。哎，春卷帮我点了没？没有春卷，兄弟。哎呦。这边核桃差100块就回来了，19分钟好肥啊，这右鬼！哎，核桃这细节，核桃灰药，核桃19分钟，啊，这个时候两级大招的右鬼，哎，带个灰药。现在秘密队这会不敢接团了呀。阿巴哥出了个点金手，爸爸哥，我前期没抓到人，发育不良，补一下，补下等级。不，我觉得爸爸哥应该是这样说的：前期老子撑的局势，一直在找人，好吧，现在我要补一下了。你们发育了这么久，好吧，现在到你们 show time 了，我要补。爸爸哥，点个金11级，好吧。他把野鸭封了，这样走路没封。你别把他做傻导演峰哥。他之前点的金币嘛，他就把他封了。烈焰上塔正受到攻击，这边 KPI 也是 A 葬了，蝙蝠跳刀推推，这边船也是有跳刀了，这经济还是秘密队领先了4000啊，你别说，但是他领先这个4000，幽鬼是这样的，幽鬼是这样的，对，
幽鬼体系一般正常来说就是这种情况，落后一点。现在牛逼也不急，你看他们也没有发起进攻，是吧？刷钱，缓一缓一。3-5的人头，这两兄弟也是刷的欢。核桃肯定是想刷的呀，他巴不得一直刷。爸爸哥要出击了，我感觉。来了吗？就是你的抱抱。要开大了呀！要开大了呀！要出击了！要出击了！他在挂机。哎，我看一下的玩家视角，好吧，他应该在切画面。我看一下他到底。哎，开悟了，这边牛逼三人组。他在指挥，他在指挥。哎，核桃要注意点。他被小杀，他看见了幽鬼，他开启了大招。他朝着核桃冲了过去，他为什么老是往城的视角看、啊、但是核桃躲了一下，哇吧有点迷茫，有鬼人呢，有鬼你敢不到我就杀了你，看错了，布拉巴发了个信号，帕比发了个信号，布拉巴在这里面，布拉巴再往左边找，发现走不通，回家了，踢回家这比价真他妈的花，感觉牛逼这两场打的也就节奏放慢了那么一点点，毕竟他们这两把的节奏都不快，对，节奏都不快，打太极一样，我操，就是没有欧金那种打起来感觉舒服是吧？对啊，爸爸有大了，爸爸一直有节奏呀，带老夫来做个人，爸爸。他一我和你说，我看了切屏，他一直在切队友。我也就说他，他我感觉他在思维，我感觉他在思维。他在看队友。哎，上路，木森，木森，又被打了，双子星，木森，队友，拉住漂亮。核桃大杀特杀，2000存款幽鬼。巴巴布拉巴，加入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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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ra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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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， 他又想动大牛手，布拉巴 A 一下，搓，我操，可以，机智啊！看到破木线不杀，杀后面的大牛。布拉巴怕吃不到呀，吃破木。吃一个体型大一点的好刺是吧 ？KPI 这把经济起来了呀，声音无限大呀。太阳，太阳，大招，直接秒掉了。土狗的分没反应过来，就没了。这种秒的爆发太高了。爆发开大了。爆发！看火了，有天火。A 戳。哎，他不会了。直接戳飞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机智。机智。机智。他被传秀过一次。机智。之前吃了没吃？哎，你别说，布拉巴这个点金手出完之后还点了，真点了不少金啊，一直在点，我操！爸爸肯定是说，我前期带节奏带了那么久，你们刷那么久，现在该我刷了，我要补一补。打完队友们，你们有点僵呀。这边 Papi 的成快笛子了，我觉得等一会要迎来秘密队很强的一波推进，好吧？卡尔没到16好吧，卡尔到16才是秘密队强。这 KPI 就一直在这里射程的宝宝，看露娜装备我觉得他们吃到了全场经济。对，这个露娜这把有点奇怪，初支配的露娜讲道理不该，感觉他一直在打钱，但是他不肥。对，初支配的露娜我感觉不应该这么穷的，支配露娜刷得很快的。哎，撇了爹，这边拿到了土狗大牛机，抬一个大招直接秒掉。哦，又来了下路是他的福地，他杀了两个人在这里，这边很信邪的，我操！很想秒成，看一下莱恩，幽鬼是有大的，哎，一个跳刺，幽鬼太大，布拉巴，没有，拦住，把这个宝宝卡尔兹飞了过来，没可能，好肉，太大，阿比好肉 ，TP 踢走，哎呦，这一波伤害计算的完全不够准确啊！他有挑战加没可能。还一个大招，这个 BU 挑战，你别说下路真是巴巴的福地啊，他在下路找到了自己。啊，又来了，估计是不会去上路了，从此自信。巴巴哥在下路从此自信。
他就在这个区域玩来玩去。这个地方有个针眼。哦，看到幽鬼了。又看到 POM 了，布拉巴。A 戳 A 戳 A 戳 A 戳死了，再接 D 死了。死不了吧？再接天火。1500血怎么死呀？我们会 A 一下可以开 D 的。死了 ，A 戳加 D 加天火真死了。他 A 一下会落星的 ，POM 会落星的。哎，不死呀。死了，他 A 戳加 D 弹一颗流星，怎么不死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他 A 一下 POM， 差不多。D POM 弹自己，然后抽魔 A 一下再戳起来，有机会的。A 上 POM 死了，他 D 只能反弹一下呀，反300的伤害。有天火，高等级的，有机会吧，也不一定。弹三百必死，弹三百伤害就是弹两百多嘛，两百多的伤害，破木还有1200多血，1200多血，配一个刺，一个 A， 一个天火，一个满级天火，来个抽蓝，满级的呀，你要想，抽蓝，抽魔他很痛的，抽破木很痛的，有机会吧，只能说，高等级的呀，满级，试一下嘛，管他能不能杀死，对，试肯定要试的，讲道理试肯定要试的。核桃，看一下吧。单刀1100的球，这边一的露娜是多出了 BKB。伪木神也是快 BKB 了，差1000块。他不厉害的配合艾瑞达，他都没有属性，就1200血。哎，开火了！啊 ，TZ， 想抓 TZ， 跳过来，有林肯。那这样的话，幽鬼空大了，等于。对，林肯被挡了。然后秘密感觉要打了。布拉巴要出击了，布拉巴这边被大了，出击了。布拉巴出击。布拉巴出击逮不到人。布拉巴出击要。耶！哎！被杀了个粉火草，布拉巴吓尿了。赶紧往后退。这个被掉裤子了，点金手把他转回来了呀，他的这个点金手，爸爸这个点金手出的可以啊，转回来了，而且他下路砸了几波节奏，好舒服。哎，这边秘密都要推进了，露娜吧，装备就真的有点烂，他的装备配合艾维达不厉害，他自己人不上去的话，这一把我露娜配艾维达，露娜要出那种。出猪装不能 BKB 出太快了，要出属性装。对，属性装什么魔龙枪都可以啊，魔龙枪分身，魔龙枪分身，冰眼蝴蝶加属性嘛。魔龙枪必出，露娜配艾维达，魔龙枪必出。这把总觉得怪怪的，我觉得牛逼前期优势挺大的，但是刷着就有点慢慢的。就感觉牛逼这两把自己打的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。布拉巴，布拉巴碰到了。有眼，有眼看到蓝跟蝙蝠。布拉巴，布拉巴，哎呦，布拉巴，布拉巴，布拉巴，好好的隐身，受不了了，哎，牛逼被秒了，哎，牛逼被秒了，牛逼被秒了，牛逼全杀了，被带走。我受不了了嘞！他是怎么死了？他是怎么操作？他是隐身过去再接跳戳。他以为有针眼，首先看到人了。他以为有针眼，知道吗？他觉得地上是有针眼的，其实地上没有针眼。核桃一花山，那不能怪布拉布拉，只能说他把对手想得太厉害了。对他把对手想得太厉害了，他觉得其实对手是没这么厉害的，他以为人人都是他呀。没眼呀，这地上没眼呀，他以为有针眼，想跳躲莱恩的羊嘛，啊，跳躲莱恩的刺嘛。操，这个POM刷到了全场第二了，经济超过幽鬼了。他一直在试成的野怪。他可能刚才在那个位置被那个莱恩撒过粉，你知道吧？记不记得？对。把爸爸点进好了。屈服这个团队手操。等一下，关键等级高了，小强这英雄好需要等级。是卡卡买宝石，哎，他习惯是蛮好的，他点完金他打完的。我觉得牛逼要带宝石的呀。带了，是吧？
买了吗？带个宝石给东尼，这样的话牛币就没有那么的难玩了。本来这段时间牛币是优势的，但是一直刷一直刷，被搞了两次之后没有那么的优了。看一下经济吧，现在牛币落后了4000，经验落经验2500，卡经济高呀。看没牛币的大牛是5号位，不行的，大牛没装备。哎，这一把是卡卡玩的大牛，五号位。哇、哦，这大牛经济好大、啊。但是讲道理，蓝打装备没问题，我觉得。但是大牛也是需要一点装备的呀。这把有幽鬼开大掩护，大牛有机会放技能的。不要多了，不要多了。不过这把又有说法了，幽鬼加大牛，大牛踩完之后，幽鬼一个大招全醒了。对。或者说幽鬼开大的时候，大牛踩了也没用。这边核桃更新分身16级，这边碰面也是快 BKB 了。我觉得六 B 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好推塔。是的，到现在外塔还好，他们有幽鬼。那打了这么久就推了一个塔，自己掉了4个。感觉秘密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往后期拖了，大后期。大路想绕过去杀卡尔，这个位置想不到跳推库林克。感觉到了呀，打点了。天辉上正受到攻击。RTD 是16级了，16级卡尔 ，A 藏林肯。这边他的队友是开了轨迹之物走了过来，木神的位置应该是被秘密队这边知道了，直接跳走推推。我感觉这把 KPI 要转物理。哎，这边传是拿到了自己的推推。哦，还差哦不够，是拿到了自己的轨迹之物，这边撞上了吗？Brava 木神木神宝石，你看你反应很快，打住一三嘛，没了电，没有八宝出大船，蓝线是被秒，露娜直接 TP 了，右鬼这边在切水，毒狗被切掉，毒狗神也是在 TP， 蓝是被秒掉，这边露娜被牛了，打一个陨石，打核桃，后面一个流星，还在追，蝙蝠还在电油。哈皮，毒狗选择了买活，买活的毒狗马上到战场。买活的毒狗没有顺到，我们这边还有 BKB 的。看一下，毒狗要买活阵亡，核桃这边核桃，哈皮，还要推一下。刚才打团的时候，一开了个 BKB 直接 TP 了，我操！对，他好蠢，他刚开 BKB 直接 T 了。野路的放了一个大招就踢走了，对他满血 BKB TP， 那时候卡尔他还以为横送了，结果发现你们露娜已经我感觉不 TP 可以能打，他怕呀。首先刚才卡尔赶过来了，他怕呀，其次在他踢完之后，那个城坚持了好久啊。对 ，Papi 这个城蛮肉的，你看他装备吗？是的，笛子没壳，你能打什么鬼？一个大哥 BKB 一顶就 TP 了。而且他没有摸龙枪，对，露娜想抓露娜，就算他死，他吃点伤害嘛，给卡搞点空间。他这样打，哎、来，他接得到，哎，哎呀，他怎么打？杨座，他想 TP， 我操，他有 BKB 的不？不是，他有 BKB， 不用先 TP。分身也没开，他也有分身。他刚才那种打法，兄弟演起来了，这兄弟，他的肯定心寒，还没开打，他哥先跑了。杰克毛，我操，杰克毛，演起来了。阿比亚龙星了，开了一波轨迹之物，有大我看见木神，看木神，好吧，就看木神的先手了。Brava 又是你，撞到了，又是你，哎，撞到了，阿比在第一个，这边先手秒水 ，Brava。木城开 BKB 小秒 Brava 拉住直接秒掉，这边城很肉，但是还是扛不住，带走毒狗也被清掉，
阿 TD 是跑了吗？阿 TD 跑了吗？破林克、哎、一个拖拖到了，漂亮！波姆赶过来一个流星，直接秒掉零块四。露娜还在打钱，这个兄弟去都没有去的想法。这个露娜在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这个兄弟刷了整场，好吧，刷了整场。从头到尾在刷。这个必须是个老党员呀，不是从头到尾在刷。刷的慢，越刷金币越少，这个逼人才啊！哎，传赶了过来，哎，又要被抓了。哎，传来了，小智。揭阳，我们一剑正中靶心。老党员，我操，有人通知。真的是老党员。补了一波团灭。这种 carry 如果不认识他的 ID 是个新人，我知道他能不能打起来。为什么一个人的变化会那么快呀、啊？上一个是秋季赛吧，他还可以的呀，他的 C。他之前还可以。他说这个 B 变得怎么变这么稳了？对，怎么变这么稳了？你们这个 TI 直接蠢中蠢，会不会是交了一个什么女朋友啊？变蠢了。核桃是故意关会要的吗？来开了，哈比被戳起来，来了。哎，蝙蝠要是一个狼，哥哥赔了爹，被暴打了呀。TD 也是被扬了，哎哎呦，买一送一，哎呦哎呦，相当精彩。只能说心疼我 RTZ， 好吧，感觉他就是在1v9 ，RTZ 根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呀、啊。RTZ 状态还可以的 ，RTZ 死亡他有买活的，他身上背4000，我背好多钱忘记了，好像3000多吧，直接退开了游戏。他生气了呀！这队友打的什么鬼？八把一杀吧，有问题，真的有问题！打你妈嗨！太鸡巴穷了！我就一直在说这个露娜不应该这么穷吧，不应该这么穷吧。是我会骂人的。那酱油视野被爆，三号位不知道在干嘛，一号位更是看不懂。啊是，啊。好吧，那今天我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会在 YY 解说，大家可以去看宝哥的直播。最后，新来的水友们告诉大家一个福利，就是左下角的二把没扫的可以扫一下。在 TI 期间，每天都会有2次抽奖的机会，可以抽，里面有很多礼品和现金，都可以抽。每天有2次 TI 期间，好吧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接下来我会在 YY 解说。大家可以去宝哥的直播间。宝哥的直播间的话，就在我隔壁，好吧，就在我隔壁。Zippo 宝哥，牛逼对秘密这个这里。好吧。先关了，大家去宝哥直播间，宝哥直播间见。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，可曾带有什么宝物？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，岂不是件宝物？拿出来给他们看看。既有宝贝袈裟，就让贫僧一观。也好开开眼界嘛，啊，这请。